家好，我是小辣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大家好，俺是熊大。大家好，俺是熊二。哎，小辣椒、熊大、熊二，你们见过火山爆发吗？没有啊。火山爆发的场面可壮观了。那火山是怎么引起的呀？就是地球表面，地球那个充满里边哈，充满着炙热的气泡，还有岩浆，在特别大的压力下呢，就特别薄的地方，砰就冲出来了。哦，那个岩浆淌到哪儿呢？哪儿就会烧坏，那个地方就不长草了呢。哦，可厉害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呀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糖糖姐姐想让你们看一看火山是怎样爆发的呀。那有没有什么工具呀？当然有了。哦，糖糖姐姐都准备好了。那我们把它打开呀。打开，这红色的是要做岩浆用的。我们要把这个全都倒出来，这样才红嘛。先等一下那个倒，这个呢？小朋友看一看中间这个小孔，我们就在这里做岩浆，它是从这儿演示喷发出来的。我们里面还有个小勺，碱，这个碱也是要做火山喷发的。看看，柠檬酸，这也是碱，柠檬酸和碱各有两半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弄呢？那我们看看说明书吧。好，看一看上面有说明。第一步，我们要杯子里需要用水有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的。还需要什么呢？看看，各一半。现在柠檬酸和碱各一半，塑料吸盘中。那就是我这就是碱，这是柠檬酸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倒进去。好了，谢谢。用剪刀的时候要注意各一半，那我们就倒一袋。全倒的呀？因为它有两袋啊，我们倒一袋就是一半啊。现在需要用到色素了，放多少呀？色素看一下，都放进去，放一半吧，我们还有一半，还可以再玩。来，用小勺子放，小心不要倒洒了。用色素呢，主要是为了让小朋友们看得更清楚，因为火山是红颜色的。好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多了，没关系。你把小盖子扣好，色素不要蹭到衣服上，会洗不掉的。完了，倒出来了。倒进去，然后用小勺子搅拌均匀，一定要搅拌的非常均匀啊。哇，变红了。现在就有点红红的，这边没有搅拌均匀了。把小勺子给你下边，我要把这个碗进去。那个我们可以先不弄，搅拌均匀喽。还有一点，放进来。小辣椒见证奇迹的时候马上就到了。那我们一点一点用勺碗吧。一点一点碗的话会特别特别慢的，用水杯倒进来，我一个脚，慢慢倒啊，倒再倒，把这个小格倒满。好，倒进去就够了。小格要倒满的，没事儿。这个是要倒满的，不倒满它火山是不会喷发的。刚刚啊没有倒满，可是怎么办呢？糖糖姐姐还有方法，你再给它倒一点。
还要倒啊？对，把剪子给我，我把它剪开。都红了。看看看，看，这就是火山喷喷发的样子。柠檬酸一倒给你，它就爆发了。对呀，因为柠檬酸会让它喷出来的。神奇不神奇啊？嗯。哦，火山喷发特别神奇，就是这种红色的岩浆流到我们的草原上啊，或者是哪里啊，它就不会再长草了。嗯，把这个也放进去。你要把色素再倒进去啊。嗯。让它变得更红。清楚他们是怎么爆发的？俺还想看，那他们还想看。我这里啊，还有一些材料，那我们放进去吧。嗯，都把它调好了。那这个材料啊，需要我们往后一点。熊大，熊大，你也往后来。熊二，熊二，你往后来一点。看好了啊！看好了，看好了。小辣椒，火山喷发的时候是不是好可怕？嗯，好吓人的。全是红的，这个好红啊！离远一点，不要让岩浆蹦到我。不烫的，但是看看，会有红红的。好啦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吧。嗯，那糖糖姐姐带小辣椒和熊大熊二见识了火山喷发。嗯，下次呀，糖糖姐姐还有更多好玩的要带过来玩。嗯，那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